題目就咁嘅 ，A boy C 都係個梯形啦 ，such that A boy 平行 dot C，A boy 等於 A dot 等於20 cm， 同埋 angle dot A boy 就120度。Part A 就問啦，揾翻 boy dot 嘅長度，然後將個答案咧就係用 radical sign 表示，即係開方根咁嘅意思。跟住 part B 就話，如果 dot C 長30 cm， 就揾翻呢個圖形 A boy C dot 嘅面積。咁我哋先畫咗個圖，再去計啦。Part A 啦，揾翻 boy dot 嘅長度咧，用一次 cos rule 就得噶啦，就係20嘅 square 加20嘅 square 減2乘20乘20，即係兩條邊，再乘翻 cos 嗰只夾角120度，記得臨尾開方咧要。所以出嚟個答案就係1200開方咁多 cm， 或者你答20開方3咁多 cm 都得。答案 in vertical sign。Part B 啦，要揾翻呢個圖形嘅面積。嗱，咁我將佢就分咗兩部分啦，就係上面呢個三角形 A boy dot 嘅面積，同埋下面 boy C dot 呢個面積啦。嗱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嘅 isosceles triangle， 所以頂呢只八二度咧，側邊兩隻30度啦。亦都即係話下面呢只 angle boy dot C 咧就30度。嗱 ，boy dot 就開方1200啦 ，C dot 就30啦。咁所以你可以用翻二分之一 AB sin C 嘅程式咧，揾到下面。boy dot c 呢個三角形面積，上面呢個又係啦，用翻二分之一 ab sin c 呢個公式咧，就揾到上面 a boy dot 嘅面積，所以就會咁寫二分一乘二十乘二十乘翻 sin 120度，再加二分一乘30乘20開方3，即係呢個開方1200啦，再乘 sin 30度，括住佢記得單位 cm square， 咁啊計到咧前面就係呢個嘅100開方3。後面呢嚿咧就係150開方3 ，OK， 咁臨尾咧答案就係250開方3咁多 cm square， 或者你唔理，你中意用計數機撳散佢咧，你出到433 cm square 都得嘅 ，correct to physics。